我是 Iris 新人，力拓中国。我是总经理，负责人力资源和业务支持部。其实我们已经请他们帮我们做过三次的员工团队建设的活动，每一次我们的经历都很不同，但是效果都非常非常的好。他们能够把我们公司的价值观带进真实的生活中，我觉得达到我们的目的，非常感谢。